哇，这也太香了吧！真的是被馋完了，我的部队火锅终于收到了。正常拍着一份送一包拉面，我拍了两份又送了一包小油条。鱼饼、芝士年糕、白菜泡菜、蟹肉棒，哇，还有奶酪，光酱料就两包，还有三包脆脆肠。啥也不说了，直接开煮吧。水开之后把酱料先挤进去，年糕搞里头，鱼饼切成条放里边，蟹肉棒搞里头，脆脆肠搞里头，最爱的辣白菜也搞里头，还有必不可少的拉面，最后再撒上芝士，让它咕嘟三分钟。煮了满满一锅子，我感觉一个人根本吃不了。这个拉面都吸满了汤汁，甜辣口的太好吃了，这个我真的是巨推荐了，我们线下吃一份就得小100块钱。鱼豆腐吃不了可以少放两片，我感觉他送的鱼豆腐太多了。一定要蘸汤吃，这个味道太正了。蟹肉棒、年糕，哇，它里边是有夹心的，里边夹着芝士，我怕不够，我还加了两个小油条，看来是我多虑了。这一份两三个人吃都够用。我的小丸子呢？这儿。太好吃了，我觉得这个拉面是灵魂。这大冬天的跟闺蜜或者是跟老公来上一份部队火锅，你就说得不得吧。